警车一路狂追，没想到前方轿车直直冲撞电线杆，卡在水沟边动弹不得。副驾驶撞一个是不是人啊？他躺在那边呢，是撞到头啊。左边车头几乎全毁，轮胎直接离家出走。眼看引擎盖不断冒出白烟，远警立刻破窗救人。敲大把人拖出来啊！急我，要把人拖出来了。对了啊，中午凉了啊！好，人起来，人爬出来，把他拖出来，快点！车头火舌猛窜，驾驶死命挣扎，钻出车窗，奋力纵身一跳，惊险逃生。事发在新竹湖口乡，50多岁陈姓毒品通缉犯开车行经中山路时，因转弯未打方向灯，警方随即鸣笛拦停，陈姓犯嫌猛踩油门加速逃逸，疑似过弯失控，当场直撞电线杆，翻落农田，起火燃烧。民警见状，随即以破窗为盖，敲打驾驶座车窗，将驾驶拉出座位，确保嫌犯安全，并通报消防队到场抢救伤患及扑灭火势。陈姓毒品通缉犯幸运保住一命，警方也起获毒品安非他命1.17公克等赃证物，需要以毒品罪嫌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。最后，孟千忠、陈长春关于新竹报道。我是陈志根，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，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。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持续冲击火花，督促我报道真相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